今日咧，我哋第一次做直播，同 Michael 第一次做直播吓，大家成日讲讲你我哋嘅故事好冇？哦，就系点样认识系咪？系咯，几特别嘅喎。哦，因为咧，我觉得系点咧？我想画画，我想学画画，所以咧就咧做咗呢一段咁嘅大家咁嘅缘分啊，大家就认识咗。你记唔记得当时系点啊？当时 MCO 过后我就翻中心，系冇咩学生嚟嘛，收入有问题咯，跟住 Rosa 系忽然间走送嚟，讲要学画画，学画画，佢就我就同佢讲学费几多咯，时间你自己定啦，佢讲时间冇相干咯。我有时间我就嚟，然之后摆低学费100蚊，抹摆100蚊，佢就走咗啦。咁我左等右等，等等等，做咩呢个学生我等到病添？忙到颈都嚼咗，佢都冇出现过喎。点解？等有一日啊，有一日好奇怪嘅。因为我哋相识真系一个好奇怪嘅情形之下，因为我自己本身健康系出咗问题嘅，我有三高，血糖高、血压高，同埋胆固醇高，又高，系就因为我哋男仔真系健康我，系唔识去注意嘅，只系治点样去搵钱嘛？电话帮我攞。就饮食去到边度食到边度咯。重口味咯，最紧要噶啦。系啦。好食啊，好食啊。唔咸唔食。唔甜唔饮。嗰个味道唔香唔食啦，就系咁样啦。就系咁样长期以嚟又咁样嘅饮食，冇照顾。三高，过后最就忌嘅，就系整到自己嘅肾都有出问题咗，医生佢已经有警告咗，我嘅肾系又出现问题，差唔多系第二期嗰阵啊，佢同我讲嗰阵系第二期啦，但系我哋冇管咁多嘅，系管住。荷包有冇穿窿啫？唔管嗰个肾有冇穿窿嘅，系咪？就咁样啦。长期都系一样冇鬼饮食，因为针冇刉到肉，你唔知道佢痛嘅。系咯，系冇咁快轮到我系嘛？系嘛？开始啫系嘛？系啦，系都系咁样噶，因为米六合彩都未到我中嘛。系咯系咯，做咩肾有事要洗肾系轮到我嘅咧？冇可能噶嘛，系咪有咁衰冇？但系世事就系咁奇怪，就系咁衰，系咪？终于轮到我中咗啦，唔系中六合彩，系中咗要洗肾，就上两个月啫，因为血压高嘅问题。整个人 blur blur 咁样点样一出到我出遇到太阳一晒太阳，成个人就要 blur 咁样，揸车都唔得。所以好似我咁样咁后生，53岁，就遇到咁样嘅问题，所以我就入 specialist 啦，入咗 specialist 去 check 下。唔 check 冇事，一 check 咗，系败家伙，真系败家伙。呢样难嘅，嗰样难，呢样高，嗰样高。咩问题都嚟。啱啊。之前谂住冇咁好彩嘅，到我咩？嗰啲问题全部都嚟。啱啊，就系咁样，我终于轮到我咗。医生就警告我啦。如果你嘅三高啊、血糖嗰啲啊，未尽控制咧，系咪？咁样你而家53岁嘛，咁53岁啊，
我係啊，我53歲啊，我要長命百歲噶。你講長命百歲就唔輪到你噶啦。真係好直接嘅醫生啊！嗱，我嗰個醫生啊，佢要幽我咩啊？我幽默，佢又唔識講到幽默。嗯。啊！長命百歲，佢又好嚇人。啱啦，啱啦。佢講長命百歲，未輪到你啦。嗯。啊！富貴新增就等住你喎。係在。死啦！咁樣講啊，咁樣我講醫生，如果我嘅神係咁樣嘅情形，繼續落去，嗯，我唔愛去洗神，嗯，得唔得？嗯，佢講得。你想到幾多歲？我講我想多30年啦。嗯嗯。俾你，醫生俾唔俾？啊！两呀，膝头哥对上就系俾你讲，俾你啊！你讲30年就冇啦，最多俾你多3年啫，你唔使神哦，啊就富贵身装健噶啦，嗯，系咪？哦，咁样我讲我唔爱洗神，我又唔爱食医生药，我食营养得唔得？嗯嗯，佢讲佢同我讲乜嘢？佢讲到今日。你仲未搞清楚，嗯，如果我出嘅营养系对我哋嘅肾食咗系有帮助嘅，有治疗嘅，你敲嗰个台同我讲，嗯，咁今日我哋医院卖嘅药，嗯，系废嘅，嗯，食嚟做咩？系咪？所以佢讲你唔食药你就等住啦，嗯，3年你就。瓜老陈噶啦，嗯，就恭喜发财啦，就送你去嗰度啦。系我系 OK， 我系听医生咁样讲啦。但系嗰日真系我带我老婆去，你佢企喺旁边，佢听咗咁样3年就瓜老陈噶啦。佢一讲瓜老陈，我老婆你就骂尿眼泪直流啦。我哋都唔可以同嗰个医生咁样斗，因为。佢真系冇医德噶啦，真系坦白一句。有啲人真系有知识，但系冇智慧噶咁样。啊，就系我呢个人系咩都唔惊死噶啦。嗯。啊，我想我系我知道食药对我嘅肾真系有副作用嘅，特别。嗯。所以我冇选择食药。嗯。我就选择。营养我相信营养可以补救的，嗯，我就上 Facebook， 因为 Facebook 好多噶嘛，你睇食神食神咩营养可以帮助到嘅，嗯，所以我就一味揾，终于有一日我睇到一间公司，嗯，有一间公司有一个好熟嘅人喎。大家估系边个？啱啱你估系边个？你估嘅，你估唔到，我都唔估唔到。原来就喺我旁边今日嘅呢个 Rosa， 就系我啦。Rosa 啊，佢未介绍啊，呢个阿麦哥，呢个系 Rosa 啊，佢系 Rosa， 系啦。啊，就系当日 MCL 我差唔多扑街嗰阵，系冇收入嗰阵，系送上100扣俾我嘅 Rosa 姐啦。好少钱，不过啊，好似觉得。好少钱，个心暖起上嚟。但系100蚊仲可以解决到成个礼拜嘅咩咩啦。啊，我嘅开销嘛。嗯。啊，冇人饿死我老婆噶。啊，好彩冇仔女。啊，OK， 佢就其实喺 Facebook 介绍 RBC 嘅产品啦。嗯。RBC 嘅产品，啊，以后有机会我就同你讲呢个产品点样嘅神奇。嗯嗯，帮助到我嘅肾嘅改进啦。嗯，吓，咁我就好好奇啦。嗯，我就抽翻我嘅电话，嗯，就揾Rosa 姐，佢曾经留落嚟嗰个电话，我打翻俾佢。嗯，系咪佢？系咪佢？都系揾下。啊，我 confirm 啊，系咪佢嘛？系咯。好，我就。冇讲唔好意思噶啦，有啲好多人佢有病，佢好真嘅唔好意思同人哋讲噶喎。嗯，但系我好坦白，我同佢讲噶，因为要救命啊，而家系咪？我就同佢讲，我坦白，
我呢个神系呢呢个呢、这个形容你讲得咁神奇嘅，咁有帮助，咁有功效嘅，可以帮到我嘅肾、因为我嘅肾嘅指数差唔多，医生讲我系洗肾噶啦，如果唔洗肾，我差唔多仲有三年我就瓜老肾噶啦，咁俾到尽啦，三年噶嘛，俾到尽三年噶啦，系咪？你可以帮到我冇？佢真系好喎、佢一听到，你讲呢、这个嘢呢呢个营养，如果你有信心去食，系佢一定帮到你嘅。只要你信心，好得，又你一句话嘅个保证咧，我就相信你噶啦。因为我睇你真系好老实，因为阿伯你记得我冇，你留一百鸠喺我呢度，你都冇嚟追分我啊，系咪？得啊，就因为咁样，我相信你。OK， 你同我讲呢个系点样嘅服用方法？呢套营养可以帮到我嘅肾就得噶啦。几多钱？你同我讲。虽然我唔系有好多，但系我尽量为咗救翻我自己。系咪？我要同你配合，同埋我要揾到。借都借啦，借钱你我食好补翻我自己呢条命，同埋揾翻我健康。跟住Rosa姐到你到我好啊。其实咧，即系俾自己个机会，因为我哋自细咧就有病就睇医生啦，去医院啦，咁其实都啱嘅，尤其是那些急病，大家快點去醫院看看又可以做到什麼。如果你相信有些東西是可以幫到你，是可能幫到你，除了醫院、醫學、醫藥之外，有些東西可能會幫到你的。當醫生都已經判了你死刑了，是吧？我都醫生自己都說我搞不定的，我是這麼多的，你就有這麼多條命，這麼多年命，這樣。當他都已經這麼說的話，我覺得給自己一個機會。啱，因為我哋個個都有家人噶嘛，唔單止我自己走啊，冇所謂啊，一包袱唔使執啊，走人啊，咁樣樣公務相關啊，咩都買定曬，搞掂曬。咁但係咧，即係如果係有家人嘅話咧，大家都希望咧，唔好俾太大壓力自己嘅家人咯，因為病係一個好大嘅壓力。啱。如果走得咧，就大家傷心一輪就冇事啦。不過如果病幾年咧，呢次麻煩啦。係啊。係嘛？一个靓靓的老婆变成一个都好好憔悴，好担心个老太婆咗喎，所以呢个系我哋觉得，我觉得我哋需要负责。所以对自己身体负责啊，对自己嘅食物啊，各样嘅选择咧，都需要自己去负责。咁如果系你想保持身体最好嘅状态，咁啊，生老病死必定嘅喎，咪哥系咪？啱啊！大家都知道喎，生老病死系必定会发生嘅。但系咧，喺我哋仲系活着嘅时候咧，希望大家咧嗰、那个健康嘅状况啊，可以自主啦，瞓得啦，食得啦，系咪上得厕所啦，可以玩得啦，行得啦，享受得啦，可以同人闹下交啊，同阿老婆闹下交，同啲朋友啊吹下水咁样，咁咯。如果唔系你哇一个洗神，乜都唔得喎。啱，真系珍惜噶。是啊今天你觉得是没所谓吗？男仔真的成日是这样讲的，什么都没所谓，死就死了。死就死了，你不用理我，我死了。今天你觉得什么都是属于你，但是当然你有事过后，你死了什么都不是你的了。老婆是人家的，你的仔你都是人家的，你的家产都是人家的，你的靓车你的靓屋都是属于人家的。所以大家选择一下，大家做一个决定，怎样将自己身体有时你说我没女食吗？没女食，大车换晒车咯。你那个女起码营养补回自己，有健康你才能赚到钱嘛。是不是生活先可以正常，先可以好似我哋一路想过嘅生活。因为如果生活咧一下子咧，成个人咧唔喐得，或者好弱，或者
即係好多嘢你以前做到，而家做唔到咧，對一個人嚟講咧係真係好難接受。啊，係嘛？好多人咧就即係發生意外啊，就睇醫生啊咁。但係即係身體有嗰啲長期病啊，一路幾十年累積嚟喎。不如咁啊，敏哥，你講講你呢個病係點樣累積嚟嘅？照你嘅理解。哦，哇，犀利啦！犀利犀利！如果你想得到你，如果你想得到好多財富咧，你唔使問我。嗯。你如果你想得到點樣得到糖尿病係咪？你問我嚟啱唔啱？啱啊！我要教你係咪得到點樣你嘅腎係咪要得到啊？點樣傷害你嘅腎？呢、這個你都問我。反面教材啊，各位朋友，反面教材。好啦好啦，聽得懂啦，係你就知道啦。嗱、以前我媽媽佢係小販。他是小粉，他是賣面食的，就是讲经济面。经济面，咁样我三餐我都是在我档口解决的，我阿妈賣面，我梗系食面咯。系咪？佢朝头早炒咗面，我做工，我都是带打包面悭女嘛，悭女，因为我出卖外女嘛，悭女就打包面。佢工廠食噶，我嘅食法，呢個得到腎病嘅方法就係咁樣，我好中意食我阿媽賣嘅經濟麵，但係我更加中意食腎筆，你知冇？嗰啲嘅叫辣椒，我哋叫嘅辣椒腎筆辣椒，係咪？一碗嘅麵，半碗嘅腎筆撈落去咁樣食，系咪？之后渣一羹两羹咁样滗落去，哇，好味，真系好味。食到舐舐味啊！你讲系咪？跟住你嘅肾，佢就要帮你慢慢去消化呢啲嘢啦。长期以嚟365日，我都系咁样嘅饮食嚟嘅。每一个早餐都是这样吃，然后夜晚加班回来，差不多加班要，因为要赚多些钱嘛，是吧？ OK， 回都不会吃晚餐，忍下到差不多放工了，是差不多是11点多回到家，有剩什么饭焦啊，什么都好，有剩的嘅菜汁啊，乜都好，我就咁样食噶啦。食咗差唔多12点几啦。OK， 12点几啦，因为好珍惜食物嘛。唔系俾佢消化嘛，咁啊就去瞓觉啦。咁样咯。又系365日都系咁样嘅情形嘅。想法有啲啱啦，有啲正確咗，啱啦。食咗快啲去瞓覺就唔會嘥咗。因為又入冇出都係賺噶啦，係咪？跟住咁樣嘅情形，你講唔病啊，媽都死我嚟講，老虎都死啊，咁樣食。係咯。係咪？係咯。係啊。係咯，未住等一陣。係啦。咁樣就要變成我今日咁樣嘅病啊。如果想学反面教材的你们就学了、想死得快或者怎样的病就是病的慢性病就学了最可惜就是慢性病呢我们可以预防又就是好像你正话说的反面教材就全部不要做尽量不要做就是外面的东西少点吃啦多点在家煮啦就如果出去食嘅咧，都系揾一啲比較清潔啲啊，你都知道佢自己盡量喺屋企煮，因為自己屋企煮可以控制，可以控制，用好啲嘅油啊，油啊，好啲嘅料，好啲嘅油啊，乾淨啲嘅食物，啱煮個地方都可以乾淨啲，啱係咪？你個菜都可以洗得乾淨啲，係啦。但係出邊咧，人哋趕時間嘛，有陣時唔夠工人啊，咁唔使得咁多嘛，係咪？有一浸落水就攞上嚟啦，咁好多時係咁嘅情況嘅。
咁、所以喺出邊食嘢咧，佢更加有好多添加劑啊，或者我哋講誒嗰個味道太重啊，因為味道重咩意思啫？即係話，譬如佢落嗰個調味料好多，或者佢落好多色素啊、添加劑，令到食物更加靚啊，或者可以保持喺度啊，哇！成個上晝或者成日啊都冇事啊，都唔會壞咁樣樣。咁落咗咩落去咧？大家諗一諗啦嚇。咁樣就係呢啲咁嘅嘢咧，長期咁樣食咧，就令到我哋自己身體入邊咧積聚咗好多毒素，啲毒素咧就不停咁樣攻擊我哋身體嘅器官，包括你嘅腎臟啦、血管啦，甚至你心臟啦、肝啦咁樣嗬。我哋身體心肝脾肺腎，哇，好努力同我哋做工㗎，但係你不停咁傷害佢咧，傷害一輪就得嘅，係嘛？所以你到53歲你先嚴重，你又。你哋老實講啦，你自己由出世啊嚇，到你53歲嗰段期間，你都係咧就經常咧都係有啲營養俾佢啦，但係好多時候咧都發生一啲對我哋嘅器官唔好嘅嘢咧，我哋大家都冇留意到，覺得得啦，我哋後生嘛，仲得啊咁樣樣係嘛，嚇，所以呢個咧大家都要留意啊，喺邊度做做一啲對身體好嘅選擇。譬如我哋食物啦，譬如我哋嘅生活習慣啦，啊，有冇夜瞓啊？嗰輪啊，夜瞓啊，夜瞓時尚噶，而家好多年輕人都係咁樣噶。係啊係啊，唔係我哋都係你後生過噶嘛。係啦係啦，係咪十一二點算乜嘢？我嗰班係3點到4點噶，3點到4點先係瞓噶。聽日7點又要爬上嚟做工噶啦。係咯。系咪？第一就係夜瞓咯，即係你個身體應該修復嘅時候俾佢。第二就係你根本都唔夠瞓，係唔夠瞓，唔夠精神喎，唔夠瞓冇充分，係咪？連續集咁咩連絲枝啊，連絲枝睇唔曬先就重要喎。嗰排認為係咁樣嘅喎，係咪？而家係遊戲打唔曬打唔曬咧。是很可惜的，走去睡覺是浪費時間的嘛。現在年輕人很多是這樣的。各位網上年輕人或者打機的人，因為現在打機的人不是很年輕，有些呢有少少年紀的了，不是18、22那些都是很熱心打機的。是啊是啊。是啊，為了自己的健康呢就看著啊，看著啊，不是說不打，不過看著啊，有很多東西要自己留意，因為呢不可以將身體的健康或者你的生命呢交俾任何人，譬如醫生啦，譬如咩去法務師買啲藥食下得啦，咁樣嚇，咁樣唔可以交俾任何人，所以要自己負責嘅，我覺得。所有呢啲嘢咧，由你嘅食物，由你嘅生活習慣，再加上你嘅心理嚇。咁啦，咁啦。一有咩病嘅時候咧，就感覺到唔對路嘅時候咧，就必須要立即處理，唔好拖下先啦，冇乜嘢噶，而家我仲頂得住，你唔使理我，我搞掂嘅咁樣樣。係。好緊苛啊！好多男人都係咁樣樣啦，其實女人都係咁樣，女人比較陰性嘅啦，比較你又唔緊要啊，我忙啊，遲啲先啊，遲啲先拖延，係咪一個拖延？男人就更加咧，又係拖延啦。其實大家都喺用喺度拖嘅，唔想面對啊，唔想面對有病呢個情況啊，所以經常都有咁嘅拖延啊。越係拖延咧嘅情況咧，越係會發生即係更加嚴重啊！到時咧，我哋叫做咧。哇！到嗰個地步咧，你嚟醫啊，你嚟咩啊？就算醫得好，就算食得好嘅話咧，都係需要好長半條命啊！半條命嘅嚟講，真係因為我哋器官咧已經俾你傷害得好犀利啦。咁呢個大家注意啦。今日我哋不如講到呢度為止，好唔好？好啊！我哋下一場再同大家傾啊！拜拜拜拜。